小峰品质还行，不错吗？可以。早餐反正自助的没事，不少钱，还可以吧。今天是36，还是我西瓜？还行。自己弄的吧。这个就是白水煮菜啊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方便面炒大白的，没有盐，没有味道。你这么吃还可以啊，我也做房子，我也弄点儿也吃，这个就一套啥没有。哎呀妈，我的房子就这个吃一夹就行了，用什么太多真多没看着。昨天晚上停到这儿啊，拿这儿，反正收了我两万块，反正一看那票今天一看，才8600，你看这专门宰的中国人了，这是。对，过马路得招一下手，招一下手的话，人家就敢让我，不招手就不行，不让我。车开都太快了，都。啊。环建湖，清早起来，怎么说来着？清早起来，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正能量。哎呀，都是文化人。那个叫，其实环建湖我觉得和老公园也差不多。旁边那个法式建筑，什么东西？法式。这湖也没什么看的。来看一下那个。看什么？这个是昨天停车的那个给的一个小票。啊，这个。上面是8600一天，然后是收了我们20000一天。对，这个。坑我有坑。然后那个，反正现在觉得全是坑。坑挺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，在用他们当地的那个打车软件打车的时候，因为不会拼写他们那个地名，然后那个软件又不能拍照，所以旁边那个店铺的老板还是什么人不知道，可能是看我们在那儿站了太久了，然后出来帮我们叫车。还觉得挺暖心的，没有那么坑中国人。然后昨天晚上一停车，今天再一看那个票，昨天当时没发现啊、哦，今天早上才看见，一看就是坑中国人的。别的坑暂时还没有，好像在越南，中国人和他们当地人消费都是两个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那昨天咱吃那个粉，对，他们那套餐我估计也就是5万块钱。对，还有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粉，它上面的标价是4万5到5万，然后呢，其他人上来的是一碗粉加上一盘一份那个油条小油条，然后还有一杯水，然后我们是单独的一碗粉，就是收了我们是按最高标准5万块钱收的。也没有其他的配菜呀，还有水呀都没有，收的是最高标准，应该也是多收我们钱了，但是说不明白，没办法，所以最好还是先问清楚价格，然后再要。哎呀，反正是全是坑啊，一步一个坑，慢慢走吧。这环建湖也就这样了呗。是的吧，灰塔
大叔。越南感觉越南人也不太穷啊，我们一般都挺休闲的，在这坐着喝点茶，聊会儿天儿，在湖边。人正在拍婚纱照，这是教堂对面，教堂还是很漂亮。看看啊，看看我的办法翻译走你出来了吧。在教堂附近找了一个咖啡厅，要了两杯多钱。这样昨天那个一杯25,000，今天的一杯9,000，这不是高档消费吗？进屋了吗？你进屋消费肯定它要贵了。